特别抚养四个囡仔，迄人洗衫，迄人做苦工啊。但过一段期间了后，伊妈妈想讲，伫即种白色也是黑暗的环境内底，生活无意义，尤其是要抚养迄四个囡仔，因为因翁婿做老师，会当互伊经济的支柱。但失去了，互伊心茫茫。伊个嘛想了，要甲这个四个囡仔带去做伙自杀，就是要投海。经海边的时阵呢，带伊迄个三岁囡仔，三岁查某囡仔，带捡只迄芝麻，细只芝麻囝。伊甲妈妈讲吼，讲妈妈，你的手巾啊吼。会当好啊！我要把这只芝麻仔吼包顿来饲，啊个饲好大只，啊然后佫生较侪芝麻仔。但妈妈听到你了，心真酸。伊讲见人一个三岁囡仔，来珍惜小小的动物，爱伊的生命。伊怎讲？要甲即个芝麻囝，要甲保护等于存，会当回佫生较侪芝麻囝。所以伫咧突然间呢，伊妈妈总改变要自杀迄个观念，总把伊四个囡仔带转去，含辛茹苦，安尼把四个囡仔培养成人。咱即个故事我听着。真心酸，也真感动。这是不过二八内底发生的其中一小件而已，啊，其实有太侪会咱互咱感动、甲心真疼的故事甲代志。二八发生为咱在座的，也可能有经过，也会听到少年毋知啥物叫二八事件。啊，所以因为咱的时间无用，充分来解说这二八件。但是呢，大家也知影，二八事件，这是咱台湾一痛，永远一痛。历史是过去，历史的错误我们可以原谅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。最近呢，这个王小波，还说教授还教授了，一连参加拟定的高中的迄课纲的时阵吼。竟然讲遐话，互咱我当会人接受啦。伊讲历史是过去，但是袂使互住台湾这台湾人主张台独的人，吼、哦，啊来消除这个未来理想就对啦。第二点的是，伊讲迄个中华民国，伊大陆的时阵伫中国啦。伊要申请宪法是有咱台湾人参加，佮另外是中华民国伊伫修改宪法的时阵，有咱台湾伫即大家七届修改，所以有咱台湾人参与，所以吼咱无反对的理由。佮你刷咧讲啥呢？社会内底少数尊重多数，伊讲起来佮真有理呢。但是恁遐修订的人是少数呢，咱绝大多数的人的心声，你有啥无要听？所以用中华民国这个搬出来安那呢，你含咱控编了。伊讲伊呢定这个课纲吼，是经过中华民国宪法，好难那个咱依法论法啦。那就你中华民国来讲吼，你是伫1947年正月伫中国大陆。正式公布了就无实施啊！以1947年的时候，在咱台湾发生二八事件，中国大陆呢，伊是国共两个当在咧查呢，所以这部宪法无用。伊在1948年的四月的时阵，他把它冻结，所以叫做宪法冻结哦，抗战时期临时条款呢。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，你等于说那个解冻，你知道不？所以这个
宪法冻结的时阵，你讲要用讲宪法来编这个课纲，我讲宪法因第四条内底真清楚，中华民国疆域的时呢领域要变更的话，非经国民大会不可。各位想看卖，即马国大无，国民大会都无伊啊。所以这上面叫宪法，所以内底这个宪法内底吼，伊个讲啥呢？伊讲内底间隔中国论年，无唔对啊。来台湾呢，内底宪法内底无写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呢。你如果来讲咩中华民国，咱个推较早就对啦。就是1936年的时吼，迄个啥5月5号叫五五宪章啊。五五宪章来的宪法来的，那么台湾，干那住啥？蒙古，迄五五宪章哦。所以为头家尾抓头抓尾，中国台湾拢是属中国的。所以个讲啥呢？在1949年，就是中华民国去由中山弄挂出来时阵呐，我们应用迄个周恩来讲的话了。周恩来伫1949年10月19号昭告世界，安那讲，对国民党已经互阮或者赢得掉了，已经甲赶离开中国边界，逃亡哦，要记着，逃亡到他国领土，我来记得清楚哦，逃亡到他国领土，所以是事实上甲法理上。都已经不存在，所以就来讲，他国领土，迄阵啊叫台湾，他哩认为说台湾是他国领土啊，所以咱咧综合起来的时阵，老实讲，中华民国侵占咱台湾的时候，是流氓政府嘛，流氓的政权，伊一直安那呢，拢用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宣言来咧欺骗咱，来真正的和咱有关系。是旧金山合约嘛，所以让台民政府李秘书长在率领之下共同各美国的时阵呢，就是用旧金山合约，所以咱个过一件，那么无这条，咱是真歹过，因为台湾确实有两个啦，一个是啥呢？美国和中国建交的时阵，迄阵咧1971年。定一个什么台湾关系法，但是个较早时呢，咱因为日本战败，咱家己无讲哦，战败啊逃咧咧，吼，啊阵啊定个旧金合约，所以迄阵是就等于台湾，即、這个台湾咯、哦，迄、那个台湾和美国定个台湾关系法当然无共，因为在旧金合约内底足清楚 ，the people of Taiwan。啊，就是本土的台湾人，但是呢，伊的台湾关系法内底，伊写了 the people on Taiwan， 就带伫台湾即来遮的人，所以讲起来，台湾较两个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我讲今仔日咱各位吼，因为时间问题，所以我即个希望以等待来做的讲题吼，伊、哦、的法国一个大文豪。哦，叫大仲马，伊写一本册吼，叫做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。各位这本册有看过人无？啊，请举手者呐。哦，《基督山恩仇记》OK。这两大部吼是真精彩。伊个男主角叫做 Adamantis， 本来是个中原呐，而咧中原的时吼。伊只船啊，经过圣赫勒纳岛，而是咧关拿破仑的所在啊。拿破仑一张牌委托伊，佮带队发功，过数的开始咧演变啊，来用航海，然后因个迷魂车落只检察官甲霸占伊，所以佮人判刑14冬啊。啊，我是15冬吼，我要查一冬的吼。但伊真好运哦，伫接落来底呢，拄到一个爵士，一个新书，一个学问真强诶，也够才力个。所以一个行船呢，无啥捌字诶，顶来底呢，一个爵士一直教，
你改改用心一变啊啦呢，那变做未来一个新书啦。而且要出的是咧宝藏，甲讲啊，会出哩挖出宝藏出来，伊有学问，啊，佮有地位，有钱，伊开始拟定报复的计划。所以讲啦，他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所以这本故事真精彩，但是我把它综合起来，来对这个故事来对所讲的，就是希望与等待。所以我用安来这个故事最精华来对嘛缩减，用这我的今天的讲题。目前咱台湾和中华民国刚糟蹋的是几档，我们希望什么？希望把它给挂出来。啊，靠什么人？靠美国，因为二次大战的是你美国用军舰迄个再来。那么今天咱个别国了时呢，赶快你应该爱个再造，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。我们等待什么？咱等待时哦，美国军舰会让几摆，把这个中华民国的这六十几当中的本色，归要替咱澄清的，和咱的民政府来接近啦。这光碟的故事来对哈，让我哈真的感动的是讲，我本来这本册要送给阿扁也看，因为阿扁也受这个苦楚哈，我体会出来。伊身为一个总统降落来呀，啊，我以前呢不是呢，我一个学生尔尔，我伫来忍受伊个苦，所以当讲报纸啊报讲又高下。你放这个加工，哎，按大工可能神经哦，那高下就要加加呢。我讲是真的啦，因为我一个人第二次犯到迄个代志的时，我把咱中华民国甲咱秘密审判接来遮，透过管道为日本哩送个美国，了解联合国人权会内底，我迄个人讲的是我用的，吼、哦，讲到在我的时呢。我个人一间一两困两间房间啊，为啥？连对面的清早，对面房间刚好没讲话啊，所以我转世界看一两困两间房间多我呢，我卡靠手铐呢，六个月哦，刚才要食饭，正手绑起来，剩的时间拢靠掉嘞。你的手拿来困的翻身哦，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啊翻身先来起来起来，啊你想看啊睡裤边啊睡，啊换衫裤边啊睡。卡靠手铐，啊！咱伫校啦，要教咱安尼呢？我一直拢家己想的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想我伫渡过迄个难关，所以阿伯啊，心里一个拢一两困一块块啊，无个真平迄个所在，而且讲有高遐，吼、哦！我想讲，迄真正的虐待，你知影嘛？虐待他啦，虐待阿伯啊，有当虐待咱岛人，有咱岛人支持的。哦，最起码有代志无代志，迄另外党的，迄另外讲啊。但这是人权嘛，卖讲伊做个总统嘛，那解罗是按照解罗规矩落啊。所以当迄年是六月十九，我有要求台北讲我要接见，我接见时呢，我唔是要甲伊讲迄个安慰，唔是一般的人去甲讲哦，好、哦、啊，你着保重呢，你身体过好呢。啊！台湾也需要你呢，啊，拢唔是讲遐废话，你知影？结果安排好啊，突然间敲电话，本来准备要坐高铁啊，讲安那呢，讲暂时取消了。有一个立法委员吼、哦，要来见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时间的让予，临时来安排啦。结果安排到即阵啦，一两冬啊，拢无消息，讲好啊，这是个命啦。我唔是要选举，我需要你的光环。需要你阿扁也加持，你知？遐个要接见伊个，拢是要需要光环伊个加持。但我是要甲伊讲啥呢？你心里总统降了这个心咯，你心无不足，你知影无？遐个赢就死啊啦！你用糟蹋，我要讲你心爱静落来。你变咧如何伫咧家己环境内底吼？变咧家己保护家己，调养自己，啊，搁啥呢？训练家己啊！因为我有过来人要来讲，我要来讲你早暗的时阵咯，要咱打坐。迄、那个打坐，因为你无受过迄、那个，你不能打禅坐啦。
那节前有单盘啊、双盘哦，咱也无当讲啊清楚，但你可以静坐。你坐落心静来了时哦，用啥呢？家己气，咱人拢有气的，你若无气就跳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的一点气，这点气产生力量，从大自然的气啦，人天人合一啦，免得把咱人的气甲大自然气哦，利用静坐的时阵哦，把它产生一股力量出来。可以辟邪去邪的呢，咱是要教呢呢。结果的时阵，因也唔捌啊，所以就像当在处看病的时吼，你行路是颠来颠来时吼，我内心真艰苦，内心真艰苦。所以讲讲这段吼，所以我想中华民国因伫这个所在甲咱交谈，啊，咱没法度。我当初的时候，十月当出来，来一直参与民主运动，就是参加民进党。但民进党当初的时候，伊的挂旗文是啥？台湾自民主国，我哪里能接受啊？但是呢，在1999年的时候，突然间给咱改，改啥呢？这个改，我阁唔知哦。我自亲的党员，我唔知讲安那改，还是什么时间改？是什么人来改？是什么人拟定这个挂旗文呢？甲进党人要公布，伊讲改啥呢？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哦，这点咱来听了，我马上啊个小块能接受了吼。虽然这不是含咱的理想思想啦，伊在讲啥呢？讲咱的国号叫中华民国。前半段吼，爽3秒尔尔，下半段吼，互你气一世人啦。你中华民国。要甲咱占咱台湾，咱已经咧含伊落反叛啊！你民进党生你家大你家呢？你为着咧党的利益，为了选举，你竟然咧牺牲咱台湾，把台湾叫做中华民国，迄是真可恶的代志，你知影无？1970年的时阵，当国际局势咧变化，迄、那个。阿非33个国家，甲美国讲哦，地图拍开，无就人口土地，拢伫要占到1/5。为什么代表权予一个台湾呢？所以中华民国州政权咧代替全中国。所以你若美国政策无改，阮阿非33个国家完全要倾向咱咧苏联集团，被美国那叫国务卿。来甲蒋介石讲啊，因为时局个变化，希望伊会当降落来普通回原国。你个领土呢，台湾配合，个另外呢，会得加两块石头，迄两块石头是金门马祖。啊，你若无爱，落中国，啊袂，你落中华民国就爆发呢。你咧降落普通回原国，啊，你会协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迄阵啊，周恩来讲 OK 哦。因为军来共产党个一关键咪是国际社会，所以迄阵啊，咱啊较无咧关这个台湾，看个地图一片啊，尔。老实讲，这个台湾是不碍眼、不起眼的，对啦。迄个要建立上个心哦，包括美国当初是呐看台湾这个行行啊，是因为安那呢？因为咧轰炸菲律宾的心，日本咧轰炸菲律宾的心。拢总是为台湾起飞啊，飞机啊，要进攻印尼的时，也是拢台湾啊。所以到美国发觉着讲，嘿，迄一片土地真遐重要，所以做个南进的基地嘛。所以阵美国重视讲，哇，这台湾遐重要啊。无迄阵啊，美国若对台湾行行咧。所以中国迄阵啊，为了要入去国际社会的时阵哦，所以伊要甲台湾看一下干，好，马紧啦，马紧啦。我要入来，一年年来过来跌落啊！但因为蒋介石，或者我讲吼，迄可能上帝甲讲的，讲叫自转啦。所以讲，今仔有咱台湾民政府啦，开咱改变咱台湾新的命运。那如果迄出来答辩讲好，那讲就那个 OK 啦。安尼呢，咱台湾朋友就叫做中华民国啦。无论甲即阵蔡英文啦，还是民进党内底绝文内底个虾呢啦。所以蒋介石伊了迄阵啊，好听啊！恁今仔日即大家开，对因脚步咧行是，你未通嘛？
所以这叫做咱台湾的命运。我讲中华民国，伊走路呢，伊是一个壳哦，一个壳啊，本身无肉体咯。来咱台湾了的时阵，因为咱本土才在联系大家，咱顶下一马肉，你知吼？迄北京用寄居蟹，咱当然叫寄生啊。迄寄生啊是怎样呢？有一个壳，啊加一个啥呢？加一个一马肉身吼，合作伙，因咧应该当相依为命，你知道？迄、那个共同生活叫做寄生啊，但迄个肉的心也无壳咯，会变哇，爱的壳无迄个肉，人变哇。来中华民国变刚咧来的时阵呢，我当有过年吼，有一个寄生较知影。当初的时我买两只寄生啊，啊暗时啊，一条在投奔自由又走出去啊。迄助理啊，伊个吼，伊个讲甲卡吐咧吼，总把迄个挂拢，拢着我就招人啊尔吼，啊走出去拢找无。安怎找都找无啦，连灶卡都找找无吼，到尾啊算啦。那当死的时候靠着臭屁，咱就知影你对啊啦，哦，计无要插的。那四个月后时呢，当有钱，我下晡时啊等于，我喊你暗下晡时啊等于，我拢再下出去，暗时啊真晚到入门的。突然间拍开的时呢，电话拍开哦，家己客厅内底啦，哦，我赶紧个抓了个用几百个人个砍的吼，过日的时哦。嗯，啊，酸出来，造出来，迄、那个那迄肉吼，迄、那个芝麻吼，拢离开迄个壳啦。我认为，可能惊热的款咯，所以我甲吹电风呢。哦，啊讲，是不是腰啊？我个下膀骨这样呢？啊，结果算唔是第三只了先咯，煞总跳伊啦。我惊起来讲，我饲啊饲啊死吼。哦，我就赶紧呢，另外一只，啊甲这只吼死吼，总伫喺洗碗甲水涨啊。我个水肿吼，啊，讲歹势，我都唔知你的习性哦，啊，该饲个死。我另外这只咯，那放生啦。然后呢，我之后也吼问迄个卖寄生的啦，我讲奇怪，伊个偷走的是骨力哥，伊讲无唔对，迄骨力哥无食肉筋吼，伊爱伫暗的所在，我说无怪找拢无啊，所以无怪日时的时候，我推着电脑拍刀个走出来，我来就暗暗，伊唔知我讲我来等伊啊，所以我抓着吼。啊，所以我咧想呢。原来伊要找新的壳啦，就是要找较大，伊肉身直直大起来，你知影无？啊，迄、那个小壳哦，袂当容纳伊啊。啊，所以我想讲，用旧年即落发展是灵感呢。中华民国在伫壳伫咱台湾的时，诶，即个壳袂大，但是咱台湾本身即个肉身会大呢。啊，就大个，系啊，啊，即个壳袂大，爱搁话咱生活。啊，相遇外面，我搞不了到从下来死呢，总跳呀！咱台湾人，我中华民国搞不了个死就对啦。作为要代替中华民国这个壳，那下面的台湾民政府，那大自然有那物件哦，要花在联想这样子。我讲台湾的心哦，当初美国底家。叫蒋介石来咱观览的时吼，就好像美国是个牧羊人呐，啊，为了管一顶羊啊，啊，咱台湾家就一顶羊啊啦，啊，上面来咧管，就叫哪来叫牧羊狗。迄个牧羊人吼，牧羊人吼，就安尼一点无啊地咧吼，啊，也去吹啊当海咧海咧吼，啊，就看一下牧羊狗咧管只牧羊只羊啊就对啦。来一顶羊啊时。因为时空背景不同，迄阵啊，因为维多共产集团呐、啊，对不？啊，蒋介石讲起来吼，对咱这因为也很残酷啦，说二二八事件啊，我白色恐怖啊，对不对吼？但阵啊，时空背景不同，说美国会容忍他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个咱这因为无人反抗啊，啊乖乖啊，要杀奸要杀流拢无人有安怎啊？但是就无同了。当咱即场话时，老足巧样啊呢？迄个美国人讲，你种牧羊人讲，你即人牧羊国时哦，要糟蹋领地咱即群样啊呢？佮干哪呢？佮较可爱吼，啊，真有可能把咱即场样啊吼，关系袂有隔壁争论呢。我即个咱个过美国了时，咧牧羊人讲，目睭就睁开看，真正对啊。咱这因为拢好，这牧羊狗在糟蹋啦，
阿牧羊狗是即嘛吼，迄、那个名都下书下书，你知吼？迄、那个三字来得钓吼，哎，都下书下书，你管咱这只牛啊呢？迄牧羊狗，所以我讲吼，这个整个时局的变化，所以因为咱安尼了的时阵，老实讲，美国呢啊遵循因的法律吼，所以慢慢的一直在改变了。所以最近我想讲，必须你有讲过哈，好，对最近来的会有很大的变化，而且而且呢，时机很成熟，所以我讲，咱吼第三呢，迄个因为吼，咱功课爱遵守的时间呐，吼啊，所以我必须爱看的时间吼，较袂讲过头的吼，迄个咱当初隔壁国是各位台无那清楚哈。是真困难。在美国迄个所在吼，迄律师唔是随便接听，唔是咱台湾这律师吼，安尼啊钱来了啊哩，伊遐衫吼成黑白郎君啦，乌甲白啊，吼。但是美国唔是，美国有一个呢叫做滥诉讼吼，你别当乌白哥、乌白母、乌白啥物话，迄对律师的声望有影响啊。所以当时找律师好困难。我地点的是安那呢？咱要告美国，哇！这那天大地大代志呢，这不是数年的各公司的各美国政府的呢。所以伫个困难中的时吼，当然呢，一束曙光出来，我找一个律师讲 ，OK， 来你的资料给他看卖，来来去去啊，正当呢，把这资料提供给律师来看看，讲，哎，最起码有五分以上的赢，所以律师较接惊呢，啊，接惊哪呢？诶，诉讼费用呢？迄毕竟五万、六万的一庭呢，迄庭代表了百八万起的呢，那是你强啊！吼、哦，所以咱的台湾中心，台民政府即个早期只赶快只人中心的时，拢安尼强的呢，啊强出来，搁有一个呢，较大主也无够，摕土地照，安尼呢，给来个各家一心二心，各家拢赢。其中有可能大家读过法律知嘛？那本土大人。无国籍，本土大人无国籍，成立政府，也按照《军山合约》，你美国是只占领国，我这种属性嘛。所以美国的最后的国务院底下呢，当最高法院的时候，他放弃抗辩权。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讲，咱当初拍进入关系的时，老实讲，咱的台湾的敌人很多了，吼、哦，遐的人拢未肯定咱会成功啦。因为成功就无伊啊，所以恁来讲我讲爱假的啦，爱好小的啦，还被诈骗集团呐，啊恁能不能我骗你呢？我想各位咱的同心，要清醒一点，要招人，拢有相同有做唔到安尼啦。但讲起因阿又无好运啦，讲起因就是无一个好运。其实今后这个代志为了改观咱台湾国际地位的，啊改观台湾前途的。住这条法律呢？咱无拳头无，啊，讲起来算计啦，算输赢呢。我的头观念吼，我当初读军校，我就讲军校，我读军校时是本来是讲要去学一挂功夫吼，来向拼的。有你革命无武力无法度的啊，啊，但是安尼呢？你功夫学阿未成，你要输伊啊，你个。功夫学无成，所以我就讲军校。你到尾也是改变这个观念哩啦，有这个希特勒内底，伊当初要哪要推翻德皇、德国皇帝，那个是用武力的。但是希特勒伊个来判死刑啊，出来时阵吼，多一个拍埔啊，来林密鲁的时吼，听着一寡咧讲啊，讲的时吼，会当组织一震动啊，伊要用算计啦，路面啊啦，用革命老会老底的，啊，而且佫讲啥呢？讲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输吼，就是迄个犹太人出卖啦，吼，这部戏的顺序吼，希特勒奠定以后决定了是要杀犹太人安尼啦，唔单吼误导而已，也是他咱唔知，但最初的这段，所以希特勒改变安尼好，参加政团用选举，选举是主要那选票这个因啊等的来改变政权，所以当初是阮伫内底解罗心。我读了希特勒传资料，想，哎，我们必须要天蚕变了，啊，个是天蚕再变了。如果你原来这种革命的这个理论的
会带老百姓、老岁、老弟的，唔免来用选票来改变这个政体，但事实改变无？无。咱好，你定位做总统台湾人，你后壁做总统，也是咱台湾人，有改变台湾无？无啦。所以我发觉是咯，讲用选票无能改变，为什么呢？台湾这个地位真特殊，你今个话政党是啊相像的呢？中国拢是咧讲伊个，你要摆到讲唔是伊个，唔是咱用嘴下面、抗嘴脖子下面讲呢，就是用国际法律嘛，国际法。所以个秘书长个别个是发生恍然大悟啊，只有法律的是较行出来，他又无能用武力，所以秘书长一直甲咱保证嘛，唔免让恁惊低头嘛，唔免你抗争嘛，主要用笔。文文啊来，安尼个修理就好势啊，好是不是呢？所以，咱讲，咱今仔日，我也未讲得精彩，恁就拍破啊。好，因为咱今仔日，我想讲，伫个别个性，咱原来主要两个强项，一个换呢，一个国防部。咱比较较弱的两个弱项在哪里？在国务院甲国会，因为国务院的时阵吼，长时间含中华民国迄阵啊，国际局势还袂变紧的时阵吼，拢含国务院在接触吼。迄阵啊呢，因了咧有感情，有感情，啊，佮有政治上的因素，所以因了较麻了着。佮另外国会咧选举的时阵吼，咱咧用咱台湾人这纳税人的钱呢，用拳头要去将人个脚塞呢，迄就是咧，迄底下个政治现金呢。啊，政治现金了，掉掉了先呢，难免就对台湾这个所在表示支持嘛。所以台湾连线吼，其实因拢讲咧，咧中华民国，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弄等号就对了。伊脚塞要变以前，拢画等号。所以那个来讲吼，阮台湾人在台湾在咧，伊个媒体咧改换了个中华民国。所以你电视内底外国来访问，讲哦，在台湾安怎？你这该换成中华民国。所以拢用什么？干啦？用成等号，你知无？啊，这又去必须咧做人讲啊，中华民国伊无讲啊，那变成我国。吼、哦，迄中华民国变成我就对了，变成我国。吼、哦，伊是嘛呢？所以中华民国慢慢的消失。所以讲两个弱项系统，因为伫最高法院因放弃抗辩。过去改变的是，你原告就是咱台民政府说以前个人呢都是事实，我国务院认了，一张就有认了，所以放弃抗辩了。哎，国文这边呢，我们又搬回来，又变成我们的强项喽。最后一个就是来国会，国会是呢，伫去年8月26号，一个研究小组来对吼。因正式发布了，对了，重申呢，搁点讲一遍吼，对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，爱以前提啥呢？就是讲台湾、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，吼，的政策，即个中国安怎演进呢？有一套迄落的对嘛吼？第不管你怎么演进啦，但是呢，总归就对了。就是讲，中华民国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呐、啊，所以这点的时候，特地打咱的欢喜哦。今年让两个强项、两个弱项，现在变成全部都是四个强项一尊呢，表示我们的台湾民政府已经达到成功啊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呢，要呼吁。啊！甲咱所有即大家来搞起电招，等伊了，阁叫人请新闻证，然后过来来上课，跟我们的秘书长，我们整个台湾民众，我即大家来对台湾写下新的历史的一页，历史的一页了，一页，我已经写过啊，但希望台湾民众呢，也让写新的一页，以上多谢各位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10分钟。